观众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黑鱼 Like the Fly， 喜欢他我是黄猪黑鱼。那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为白雀，这里是不是我的家？废话，一个古老日记本，但里面是空的。我要怎么存档？惨了，我没有随时存档键。墙上有个挂钟，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哦，26号。姐姐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女孩子，为了我和爸爸，她在学习之余也会打零工来养家。这是我的日记，为什么会散落在这里？重新开始。你可以租个什么？是白雀，对啊，对啊。这到底一些日记产业？我好怕、啊。湿湿的盯着，一个抽屉要打开吗？是。被吃掉了、等下有鸽子，门被紧紧锁着，有一把很旧的锁，可以是不可以砸掉？哦，可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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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今天在外面捡到一只受伤的白雀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姐姐一定要把它养起来。于是家中就有三个成员了。知道爷爷日记的产业。27，说起来，自从妈妈走后，姐姐就开始支撑这个家。爸爸不能干活，所以姐姐总是很辛苦。得到爷爷日记的产业。哎呦，电视放映着静止不动的画面。那什么？哦，老鼠跑掉了。仔细看看，有个老鼠洞，要做什么吗？听听声音，传来老鼠的吱吱声。得到锤子，哦，锤子可以砸。门被紧紧锁着，似乎有个很旧的锁可以砸掉。门被砸开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面有裂缝，要做什么吧？朝里面看，听听声音，里面传来了滴着口水的声音，那还是不要靠近为好。泡满日用品柜，哎呦，可以呢，蜡烛。蜡烛吗？是蜡烛吗？这个吗？真的，蜡烛是传长点，我一直以为是白雀。那就只剩这一间了。唰唰唰唰！一盘乳酪披萨，哪一点的获得了乳酪披萨？怎么总觉得这里好像也会挂掉？24角，爸爸又把碗打破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姐姐马上去买一个新的碗回来，因为姐姐十分勤劳，所以家里碗总是有两个。不过因为照顾爸爸的关系，姐姐的碗并不怎么经常使用。得到了一页日记的产业。有一个玻璃瓶，要拿起来吗？是，获得了玻璃瓶。乳酪，老鼠出来把乳酪吃了。用玻璃瓶找到了老鼠，失去了玻璃瓶，得到了装了老鼠的瓶子。这还蛮智障的。仔细看，有个老鼠洞，要做什么？超级还有锤子，装老鼠，装老鼠的瓶子。我知道，我有老鼠，不行，老鼠还是这里吗？嘿啊 ，LQAWN， 装老鼠放进去，里面传来吃东西的声音。我还要失去装老鼠的瓶子，获得了玻璃瓶，他还要。什么都不做，不然，我想要拿这个不行乳酪披萨再拿一点，再拿一点乳酪披萨，然后再撞一次，然后再试一次。里面传来吃，我还要失速装到十五瓶子，获得了玻璃瓶。还要吗？等一下，我忽然想到了，那如果是这样呢？什么都不做，把老鼠放了出来，老鼠吃了一口盘子内的东西，
失去了重要水瓶子，得到了玻璃瓶，得到了死老鼠，我就知道。好 ，KIP 安安，果然，然后再这样，将死老鼠丢了进去，里面传来声音声，有什么东西掉出来？失去了死老鼠，获得了黄色的钥匙，耶、yeah ，我就知道。白雀哦，其实我有点忘记这是怎么玩的。黑羽，我的名声怎么没了？哦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全部的人都删掉了，然后之后要重做。失去了黄色钥匙。哦，白雀，有诶，好可怕。哦，正常开法就没事了。我有奇不一，什么意思？二月二十日，姐姐在闲暇的时候喜欢看着笼中的白雀，而每当那时候，姐姐都会总是露出一难得一见的微笑，得到一列日记的残骸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想到了。哦，砸开了底部的玻璃框，锤子坏掉了，里面找到了一张纸，白雀的秘密日记。我讨厌姐姐。嗯，得到了一列日记的残骸，失去了锤子，应该这里疼完了，再闪上去。哦，可爱，这是学校，哦，好讨厌的地方。Me too。三月五日，姐姐在学校里过得并不开心，她的同学总是欺负她，得到了一页日记的产业。原来只是蜡烛。徐金强，徐金强，徐金强。学校常用的教学电池，电视，教学电视。十一点，有三朵花。哦，有人墙上长了大片的，哎呦，大片的玩具，啊！干！呼！哎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闪过了，闪过了，闪过了，干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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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能紧紧锁着。三九日，姐姐回来后哭了，她对我说那些同学把她椅子扔掉了，可是我除了安慰姐姐以外，无什么哦，却无能为力。有块木板要拿起来试，偷的木板。三月十二日，白雀的伤还没好，姐姐用自己的饭钱买了一点药回来，但愿她很快可以好起来，得到一记日记的产业。哎，这里也有门哎。有血，先绕一圈，好，没事。药瓶上签的写着浓硫酸，要做什么？拿起来，获得浓硫酸。一些实验的药物以及器材，拿起来哈。刚拿起来，药水从瓶口喷了出来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先去找那只白雀吧，好像一层一层解决，所以我先解决。啊、救命啊！浓、啊、硫酸哦，浓硫酸可以干嘛？所以 CG 游戏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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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致实验室老师未标明的标签，那瓶是溶解剂。用于溶解物品，但对金属无效，切记不能直接用手直接接触。好、哦，拿了好多，有瓶子之类的可以装吗？哦，有诶、欸，还是算了，不行，不行，用瓶子装。哇，好讨厌冷冰模型。三月十七，姐姐的眼睛被那些欺负她的同学扔石头砸伤了，老师对此漠不关心。一个班级里有一个被欺负的不足为奇，他将这句话甩给了姐姐。姐姐回来后没有鼓舞，我不想让姐姐去学校了，但她只是微笑对着我说：“没事，我能坚持下去。”我知道姐姐是为了每月的奖学金，得到一页日记上会领奖学金的学生，老师还不好好对待。
仔细看是一个人体模型。哦，没事。然后嘞，画上有四朵花。脚步声好烦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黑板上有一张纸，把干公差小。房中响起了什么声音？地面上出现一个大洞，需要做什么吗？听听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没听到。当浓浓酸倒下去，里面传来的哀鸣声，失去浓浓酸。好，算了，这个应该是这样。当木板铺在大洞上，哦，这也铺得太，这是整个就直接融合在一起了吧？这也铺得太屌了吧？失去的木板，箱子没有打开。哎，你有玩 CSN 反恐记忆吗？没有哎。哎呦，不会啦，这个是大陆的注音啊。哎呦，把张鸭，把张一，把苏，这个九鼎龙猫，三六三二。八二九三四三一三，对，三六三二，三六三二，得到了白色钥匙。好，白色钥匙。然后，噔噔噔的树柜其实那边。出错公告，请同学务必按照教室的位置坐，务必保持安静。一本课外书，黑羽时空时 IQ 降到多少？负一百。一本课外书，拜托！啊！来去秘密日记了，真懦弱。还好不是我被欺负的，得到一集日记的产业。哎，我好怕，我好怕哦，我会不会死啊？然后呢？一本课外书，还是一本课外书。我操你妈的！在人物后面的那个方向。啊！装满各种书。哦，得到了小刀，将小刀放了药品中，进了进。失去了小刀，得到了涂满毒药的毒刃。啊！我现在是小李他妈的飞刀。然后。我要刺杀你，把你干掉，刺杀下去，刺杀心脏模型跟心脏与小刀一起融化，掉落了什么东西？失去涂满毒药药刀，得到了银色钥匙，失去啊！我快呢，快！3月31日，对不起，奖学金被那些人抢走了，没办法买好吃的。姐姐一脸歉意对我说。我才不会关心那些可口的食物呢，比起这个，我更希望看到姐姐的笑颜。姐姐坐在床上靠着我，就这样过了一夜。我靠，也太久了吧！我能记得只有姐姐啜泣以及白雀清脆的声音，得到一集日记的产业。我要上去啊，上去！姐姐，我要保护你，一定！一定！新闻播报。本市今天啊，点教室发生事件啊，遇害目前休送，转移后续啊。哦，所以说有可能是他，是他杀了欺负他姐姐的所有人。哇，这个结局真黑啊！你忘记跟我说什么啊，长官？辛苦了，结果出来了吗？是。明天将转移到精神病院。这样啊，毕竟只是个孩子，从那同学那里多多少少了解到的情况。我没有买实验日记，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主动为他辩护的律师也有很多呢。杀掉一名老师，八位学生，重伤六人。对了，搜查有结果吗？目前还未找到他的姐姐。搜查队准备加大力度，是吗？也到了吃饭时间了呢，我们走吧。两个要去啪啪啪，哦，所以我
干，坏掉了，姐姐，哈哈，呵呵，绝对不让他们欺负你，嘻嘻嘻。可是他姐嘞？The end， 南希的双手啊，所以啊，他姐姐就是一直有压力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姐姐还在跑一遍检查哦，应该是一个 ending 的，没关系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白雀玩完喽，耶、yeah! ！